啊。鹏鹏，我的新弟弟，鹏鹏很厉害。鹏鹏，现在有哥哥了，你不用一个人。我刚刚在路上那种孤独，你现在不用孤独了，有我了。谢谢你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。哎，早上是我背你，晚上是你背我。你在这里就可以，就像你的新的家。啊，要把这些全部移到上面了。对的。妹妹，好，想好办法，找个办法。想办法。哎，你看那个，如果我们用那个就会很轻松，对吗？对对对。我们去问一下隔壁，要这样子啊，动脑，不要让，不要动脑子。你好，你好。奶奶，我们可以借一下这个吧，我们去运个东西。好呀。哎，我马上就还给你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好好，谢谢谢谢阿姨，好好，人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OK， 走。这个需要什么？默契。你说一遍需要什么？默契。大声一点。默契。需要什么？默契。啊，人是不只是光用力，要用脑子，才能真正的成功，对吧？对的。哎。哎呦，是你是第一次见到何老师，何老师？黄老师第一次见。黄老师，很凶啊。是吗？哎呦，这是个秤杆啊，这钓一只羊，钓个大华。哎呀，黄老师，哎，大华你真能干，弟弟很怕你。这是哪开始告状呢？我保证一会儿你更怕我。好，没了。哎，你把全部拿上来了。哎，笑一个。哎，你最棒。哎，哎呦，轻松，好好好，哦，向往的生活。哎呦。